哇，今天能出太阳，你敢信？也不能说出太阳，有阳光，你敢信？看天气预报，每天都是阴天。然后阿婷今天呢，准备去 4S 店，然后去更换我的启动马达。他们说配件已经到了，所以说今天咱们等等吃完饭就上去。吃完饭就上去。倒杯热水。这菜其实挺好的，萝卜炖猪蹄啊，不，反正萝卜炖那个猪筒骨，然后这种小扁鱼，咸肉蒸蛋，一个小青菜，然后一个虾，菜挺好的，但是我不吃海鲜，我在这边吃泡面。出发，赶紧去把东西换了，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心事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换完咱们再待个一两天，再待个一天吧，换完，可能明天或者后天就走了，出发了。现在到达了象山快乐桥，今天天气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这么好的天气了。然后看前面的云没有，前面的云好像海市蜃楼啊，好像一座座大山一样，就感觉像前面在海上有山一样，看不看得清楚。我这次过去，我上次保养的时候忘记做一下这个四轮定位了。我现在方向盘往左偏的厉害，你看这种，把方向盘放掉，就自然的往左偏。偏得很厉害，然后去做一下四轮定位，然后前面那个雨刮器也得换了，一直刮不干净，然后自从买来的时候就没刮干净过，我一直没换过，一直忘记，然后这次去弄这个启动马达的时候，然后去给它修一下。天气真好，今天的海看着也是蓝蓝的，但是天气差的话，这两边的海看起来就是黄黄的海。还有上次不是阿婷说让大家帮我这辆车估个价吗？有些网友真的估个价真的是很有趣。你们自己想一想，才开了一年的车，能贬值一半吗？我40万就卖20万，再贬值也不可能贬值成这个样子。房车就算是再贬值，也不可能贬值成这个样子。开一年直接便宜20万，那人人都去买二手车了，都不是傻子。而且那些说20万卖给他的，好吧，有相同配置的，好吧，20万你联系我，我买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而且是19年的车，好吧，我还是19年下半年的车。有时候就真的很气，有些人就根本就不懂。就算我再不懂房车，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了。你开着就一年车龄的房车，我开一年直接第二年对半卖了啊！我除非车子是遇到过大事故啊，不然不可能的。相对来说，一年折个10万块钱，我感觉都已经很高了。我还是那句话吧，有19年跟我月份相同的，然后相同配置的，说20万的，好吧，你有多少我收多少，啊，这钱谁不赚？太好赚了呀，是吧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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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到达目的地。还好从我家过来的话很近，1个小时就到了。再多开1个小时，可能就要累了。上汽大通，那，啊，我们现在到大通 4S 店的，我去跟那边人说一下，还有哪些东西要弄。好尴尬，这边 4S 店还做不了四轮定位，说轴距太长做不了。要做的话只能去另外一家 4S 店，那家 4S 店比较开的比较早，所以说那家能做，但是这边过去呢要40-50分钟，我在这边还要修那个启动马达，哎呀，又弄不了，只能去别的地方弄。这方向盘偏的确实有点难受。难得跟老婆两个人来宁波，我们两个人准备去逛逛街，车子就放在这边修吧，我把他的东西放到车里去。
现在准备去逛商场，因为待在4S店确实没什么事情，而且四轮定位做不了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不能做？他这边做不了，房车的那个轴距太长了。那你要去哪里做？不知道，去台州的话，我去台州的4S店去问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做。反正就开到哪就做，开到哪就去哪问吧。所以就只把雨刮器换了一下，然后把那个启动马达给更换，然后又买了个延保，买了个延保，心里放心点。这样的话，保修期内的话都免费嘛，更换这些东西。呜、哦，风好大，风好大，好冷啊！赶紧去商场里面暖和暖和，逛一会儿的人就回去。这种礼拜四的时候来逛商场特别舒服，我感觉，因为没人，没啥人。陪老婆逛逛街。这个没有512的。没有。妈，有512的。256。你觉得这个不大是吧？说不上来，现在摸摸还好。还好，你套个壳再试一下吧。就，那直接拿个256的吧。妈呀！哎呀，我要等13000了。反正迟早是要买。不要。什么颜色？哎，不要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好，已经把钱付了。走之前给老婆买个礼物嘛。他那个手机用了好几年了 ，iPhone 10。再给他重新换一个，让他自己在那边纠结吧。我老婆是个特别喜欢纠结的人，给她换一个吧。知道她是不舍得，但是应该心里面还是高兴的。那刚好这边有现货，只要买个手机，然后再买一个399的套餐就行。套餐里面有手机壳，然后还有充电器，还有一个手机膜。选个红色好了，你还是跟他们做。我还是喜欢小米。我觉得用的挺好的，完全改观了我对国产机的看法，用的很舒服。那个12的白色差的很好，这不是就是白色吗？哪里是银色吗？边框是银的，挺好看的呀。它这个，它边框就是银的。哎，哦，指纹，你一摸上去就指纹。哇，这个指纹也太厉害了吧！背面没有磨的。它这个银色感觉就是白色，它是以边框的颜色来定义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挺好看的。那现在老婆在那边导数据，把她以前那台老的手机的数据导到新的手机上面。那这边发现了一个小鹏汽车，可惜阿挺，我买这种车真的也没时间开。我喜欢，不过现在国产的这些电动车真的造得好漂亮，看到没有，超级漂亮，而且这款是顶配的，也只要30几万就能够购买，好便宜，就是没时间，没得时间，也不能说没得时间，主要是自己还是喜欢在户外，还是喜欢房车嘛，还是喜欢房车旅行，像这个的话以后可以买给露露，我自己偶尔开一开。买了几件，哦，买了一条裤子，然后买了一件外套，都那种绒绒的那种，很像睡衣质感的那种衣服，在车里面穿的比较舒服一点。然后我们现在陪露露去拿手机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去吃饭，吃完饭然后去 4S 店开车，然后回家。确实挺好看的，电动车。吃饭去，吃饭去，饿死了，饿死了，天又黑了。现在5点不到，4点40分，然后去对面那个万象汇吃饭，去上次吃过的那个东南亚那个菜，挺好吃的。我跟露露两个人去吃了。这边好多广场，你看这边有个这个这叫什么？印象城，然后对面有一个万象汇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叫啥？这个是叫啥？哦，宝龙广场。
然后这边好像还在建一个广场，这么一个地方四个广场形成犄角之势，好狠。哦，吃饭了吃饭了，饿死人了。凑凑一坊新叶，吃这个吃这个。因为我们上次是一大帮人过来吃的，觉得这家真的挺好吃的，然后今天刚好在附近，然后晚上又过来吃，看一下啥好吃的。上次吃那个什么板肉挺好吃的，新洲海南鸡。用 iPhone 的广角看看一下，小米的晚上拍视频确实比较差，说实话，而且它那个广角在晚上效果特别差。你看，这是小米广角的感觉，特别暗，然后噪点特别特别大。然后这是 iPhone 12的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其实 iPhone 12的这个广角，你晚上效果也不是特别好，啊，但是比小米的稍微亮一点，但是噪点也是非常大，感觉晚上这些广角的相机都不行。不过切到近景的话就还好。我还以为效果也还不错呢，反正也很烂。对啊，噪点很大，噪点很大，然后很模糊的。像这种广角的收，买一台相机了。广角的这种镜头只能在白天，只能在白天用，就是阳光机，跟 GoPro 一样，有阳光的时候就无敌，没阳光的时候就是个超级黑，完全看不见。米饭。我们的菜到齐了，一个猪颈肉，一个鸡肉串，然后一个海南鸡，然后还有一份蔬菜，就是咖喱的杂菜，就很多蔬菜。米饭。我可以拿这个咖喱拌饭。嗯。哎，那个打一小桶吧。你要吃啊？饭。嗯。好了，我们回到 4S 店了，现在是晚上6:20多。你们现在回家，开车回家。他们把我车停在门口，你去拿就行了。